上条花篮教程播放量大几万了，姐妹们一直喊着再来一款。一根扭棒对折后五厘米折一下打开，做两条。对折后三厘米处折一下，再来两条。加油努力，千万别放弃。四条长宽在交接处扭紧。加油努力，千万别放弃。横着来一条，竖着来三条。现在开始填空了，孩子们。就这个方法填满。开始围墙。就这个方法填满围墙。筑墙六厘米高，剪短扭棒做收边。三根扭棒对折，给它绕呀绕。马上就要完成了，把胶装上完事，装上你喜欢的花花，去见想见的人。